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要把这个哈、哦、化为复数的标准式，啊，这怎么做？我们上下都把它化成复数的级式，啊，这我可以抽出根号二来，啊，这除以根号二，一除以根号二是 cosine 45度，啊，但是啊一除以根号二是 sin 45度，所以是一的呢四分之派，45度是四分之派，四分之派嘛。它、啊、这可以抽出二来，好，根号三除以二的话是 cosine 30度，啊，一除以二是 sine 30度，所以这一的多少呢？30度，30度只有六分之派啊 ，i， 它的12次方，这样多少？根号二哈，这个的话哈，两上下都除以根号二，所以是根号二分之一啊，它乘以多少？一的多少呢？四分之派减掉六分之派，就12分之派了。这是12分之3减12分之2，12分之派 i， 它的12次方。然后乘进去以后哈，这根号二的12次方是2的6次方，2的6次方是64，64分之1乘以一的多少呢？这是派 i。那一的派 i 等于多少？一的派的话，是转多少呢？啊，主副角，我这长度是一，我这如果是西塔的话，哈，这一点代表什么？代表呢一的 i 西塔。啊，它现在西塔呢是转多少？转180，转到这里来哈，这个值刚好是负一，所以这个是负一啊，所以是64分之负一，再加0i。哦，这是复数的标准式。